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三个非常有代表特色的。第一个呢就是太极福寿羹，这个呢需要选用50克的豆腐，横切180刀，竖切180刀，然后在侧面切上180刀，就是切出这种小米粒的颗粒感。海苔呢提前泡发以后，那么这两个食材呢都要上锅加热以后，然后勾芡，然后做成这个羹状，然后再把它倒出太极的造型，然后左右点上眼睛，就有了我们太极福寿羹这个菜品。那么有福同享呢，需要把豆腐然后把它打成泥儿以后，加上这个青豆、红豆、核桃啊这种素的食材，然后做成圆形的像蛋糕一样的样子，然后把番茄酱抹到上面蒸制以后勾上芡，再有了我们有福同享的外形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福气滚滚来，用泰山的豆腐啊，然后500克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萝卜丁，然后以及水波乐丁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香菜末，然后做成圆球，然后放到锅里炸过以后啊，是外表金黄色，咬一口豆香四溢，所以说这个菜才得名叫福气滚滚来，